还摆上。看这。到了。人真多呀。这多少钱？那可能要三天，具体的那个他不在，你要三千啊？打电话。不，有条线。对。你要黄的直接不想干。这多少钱？三百。哎呀。三百，我说买点那做车挂牌子呢，三百一个就卖不了。哎呦，喝吧，多少杯了？这多少钱？一千八给你卖的啊。啊？啥玩意儿一千八呀？这多少钱？这多少钱？哦，我以为这一千八呢。哦，给我激动的小手一抖，我说那么大个蓝炉子1800，我准备就付钱了。这多少钱，大哥？啊，多少钱呢？啊，你不知道？啊，不是你的。哦，好吧。这碗多少钱？1500。出了一丢丢，龙泉窑，玉多，俺这对玉不是那么的精通，不敢轻易的去下手。那福字罐多少钱，大哥？福字罐炸底，啥多少钱呢？8000。人多要命，今天是正会第一天。那缠枝莲罐子多少钱？缠枝莲罐子多少钱？3000。缠枝莲也涨价了吗？那罐子3000块钱啊！这我是个缠枝莲选手，把我都给听懵逼了，我靠！哎呦，这多少钱？多少钱？这个12000。12000，全品。全品。人山人海啊！哦，有点冲线是吧？好呀，在这边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哈。咦，这多少钱？这多少钱？这3000。3000啊？哎呦。哎呦，这多少钱？5000。耳朵咋这样？5000块。什么汤面？没这么多人。这个多少钱？4500。4500。